好，我们看到这个范例，下列有关去氧核糖核酸的叙述，哪些选项是正确的？好，结构当中还有硫酸根，这应该错了，好，这应该是磷酸根才对。好，再来 B 选项，结构中的糖来自于核糖才对，好，这个也是错的。再来。又称 DNA 是一种高分子的聚合物，好，这个是对的，它是由去氧核糖核酸，好，所形成的双股螺旋。好，再来 D 选项，以氨基酸分子为单元，好，应该是由核酸核苷酸，好，所形成的核酸，好，核苷酸，好，聚合成核酸。好，氨基酸是聚合成蛋白质的，好，所以这个是错的。双股螺旋的含氮碱基 A 与 T 及 C 与 G 下去配对形成，OK，这是正确的。好，所以正确的选项是选 C 跟 E。